好介绍，料理有绝招。今天有的就是我们最佳代言人郝怡来到了我们 Sincero 的现场啊。没有错了，你看，超值回馈给大家。今天带给大家有的是 Sincero 4公升智能电炖锅，我来包养你的胃，然后呢，隔水炖出好滋味。也太好了，外面的市价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一个电炖锅是需要999令吉，但是现在你立刻省下了700令吉，坚持给你最超值的优惠299令吉。 是的，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今天CJ旺旺独家超级促销，我要深一口呼吸先，这么好不好？4公升不锈钢内胆，有2公升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白瓷炖盅，我们有2个这个500ml 的白瓷炖盅等等，还要再加送给大家提手架啦、蒸架啦，我们的食谱、汤勺、量杯还有餐具。 通通都要带给大家，你看今天只需要299令吉就可以把它带走喽，也太夸张了！你们有看到一定要抢，而且最主要是买电炖盅哦，还可以分期付款的哦。你看一个月你也只需要供99令吉67线而已，所以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啦。 大家早上好，我是 Emerson 杨贤。是的，节目一开始先问一下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好了，煎、炸、爆、炒、煮、蒸、炖，请问一下，那么多种的一个主菜的一个方式，哪里一种是最健康？然后出去外面吃的时候是最珍贵的嘞？哈，炖的啊。 蒸的东西啊，一定是要价是翻倍的咯。为什么？因为他们用的时间更加的长，因为呢才可以保住我们这个食材的一个精华，所以呢要价就会特别贵。如果我在家里哦，可以每一天都炖一碗汤来喝，滋补养颜的话，那该多好！ 是的，大家都知道，全天下的华人呢都知道炖还有蒸这一个料理的方式呢，是可以有效锁住我们的营养，让我们的这一个健康呢是更加一层楼的。就是因为这样子呢，很多的妈妈呢都会选择用炖的方式把药材啦，把这些昂贵的材料里面的这些营养给炖出来。但是如果你在家里用传统的方式来炖煮的话呢，你看，首先呢，我们又要准备那个备料，又要准备这个食材，又要准备这些锅具，然后呢又要看火，又要看水，非常的麻烦，对不对？是的，没错。所以现在呢，我们 upgrade，我们的生活了哈，不用再用那个炭火这样子慢慢去泼那个火，慢慢去烧去炖了哈。我们直接有电炖锅，智能电炖锅就是长我们这样的。而且今天推荐给你的有的是 Sincero 的这个品牌，额外啊不止电炖锅而已，我们还有的是4公升的这个不锈钢的一个内胆，然后再加上呢我们2公升的这个白瓷炖盅，以及2个500ml 的一个配件，一定在我们包含套组里头。是的，今天简单来讲，你把我们这个套组带了回家，你全家大小除了有口福之余呢，也可以享受到至高无上，就好像以前古代皇帝这样子吃那个满汉全席那样子哈，里面的这些食材呢，全部都是非常有营养的啦。然后呢，也是非常可口。简单来讲，把它带了回家，你全家大小都会吃得非常开心，吃得非常的健康。是的，没错。而且最主要是，你看到吗？今天的整个套组是非常完整的，而且呢，包含我们的 menu book 里面都有，而且都是我们的好意啊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一个 menu。来，你今天带回家的是一台非常漂亮、智能型的电炖锅，而且里面呢不只是可以拿来煲汤而已，我们有功能键，一共有1、2、3、4、5、6、7、8、9，9个不一样的一个方式，你看到吗？炖品啦。 筋骨啦，然后还有甜品的一个炖法，以及特别的一个关宴，也就是我们可以烹煮，就是可以算是去炖我们的这个燕窝的一个方式，你就不会呢太过于久的一个时间把你这个珍贵的一个燕窝煮成水了，对不对？是的，那简单来讲呢，今天给大家的9个不同的 menu 哈，已经包括了你所有平时呢在家里会吃的这个东西。先来看一看呢，首先有这个4公升不锈钢的内胆。 非常的厚实的一个内胆来的哈，而且重点是呢，你看我们后面这里哦，还有一个呢，就是漩涡式的一个接触面板，所以呢可以更均匀的让我们的这个呢电炖锅接受到我们的这个热呢。而且呢，为什么要有4L的不锈钢电炖锅嘞？那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可以拿来煮我们谷类，像是呢我们要包排骨啦、羊肉啊，还是我们的这个牛肉等等的，都可以用我们的不锈钢的这一个内胆。没有错，那当然呢这
炖品这一方面，首先来看一看呢，我们首先呢有这一个2公升白瓷炖盅要给大家，那你要炖药材啦，炖这些海参、佛跳墙等等都可以把它派上用场，而且很简单，还送了这一个提手架给大家，轻轻的这样拿，很热的时候也是可以用这个方法拿出来，你看几贴心，对不对？是的，你这样子把它给盖上就好了，而且除此之外，我们盒外哦还有很贴心，给你2个500ml 的这个白瓷胆盅啊，这个呢在外面的药价也是很昂贵的，但是今天用送的方式送给你们，还有我们的这个蒸架，你看到吗？一整个套组就是非常完整的套组，299令吉，你把它给带回家，每一天天天都可以炖我们的这个滋补养颜的美容汤啦，还是呢增加我们免疫力的这些汤啊，给你心爱的家人跟你老公。真的啦，因为现在讲真的，出去吃东西大家都会担心嘛，出去很多人怕有什么事情这样子啦，细菌啊，所以对，我们都会选择在家里吃。但是在家里吃的话，我们要吃得更加的营养的话呢，家里的妈咪肯定会选择做怎么样的动作？是，就是来煲汤，来熬一些 哇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一些料理。比如说今天我们有吃这个冬菇炖我们的这个鸡汤啦。是的，你有没有看得到？其实啊，我知道很多妈妈想说，哎呀，我要炖东西，我就用煤气咯，我就用我的这个炭火去炖咯。但是一，你花的时间一定是3-4个小时。二，你用那个火直接接触煲出来的汤，你有没有发现到它是不可能是那么的清澈的？因为呢，当你的那种沸腾的那种可以算是水啊，还是我们的这个汤在滚的时候，它就会把那一些杂汁都给怎样，就是呢给熬出来，然后那个肉也会变得更加的绵烂嘛，对不对？是的，所以呢，我们就会选择用炖的这一个方法啦。但是如果在家里用传统炖的方法的话呢，它就会非常的麻烦，因为你怕那个水会干掉。没错。那万一干了的话，你很昂贵这个炖盅它就会裂掉，然后你就要花这个几百块去买这个炖盅了，对吗？是的，没错。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炖盅我们炖出来的那个汤真的是非常清澈的。对。而且里面的肉感啊，来给你看一下，用炖的方式炖出来的肉，你看啊 1, 2, 3, Oh my God， 直接脱骨了，骨肉分离，你看到吗？真的，它不会像就是熬汤这样子那个肉完全碎到变一丝一丝这样子，你找不到那个肉在哪里，你反而是一整块肉，其实你还是看得到的。但是呢，就是我们用长时间熬煮了之后呢，它反而是变得非常的软烂入味，你看看，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很棒，对不对？对，你讲到入味，我刚刚试了这个汤，哇，真的非常的棒。因为我要知道，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今天这一盅的这个汤呢，它里面是没有加调味料的，它里面这个汤头的味道就只是鸡药材还有冬菇，完完全全新鲜鲜甜的味道进到你的汤里面，所以没有任何调味料都可以熬出这样子的汤，一级棒，真的好喝，我的天哪！而且我现在有一点感动，为什么？好想念妈妈煲的汤哦。你看31套又再售出了，为什么？因为喝汤是我们华人的一个传统来的，对不对？而且喝汤就是呢，每一餐呐，像是我们每一个晚餐都是要有汤，有汤你才会更容易下饭。而且在这种非常紧要关头的一个时期，你就是要熬多一点滋补养颜、增加免疫力、抵抗能力的汤给你家人喝，好不好？是的，那当然呢，除了可以熬汤之外呢，其实我们就连做这一个蒸饭的这一个烹饪模式呢，是的，也可以做到的。简单来讲，9个不同的模式，我们送你2个小个的这个炖盅，就可以拿来做这一个蒸饭了，对吗？拿来做什么嘞？2个炖盅，你看可以拿来做茶碗蒸鸡，也就是我们蒸蛋的一个部分。没错。然后另外一边，我们又可以拿来煮另外一个，你看，就是用我们的这个炖饭的一个方式来炖，这样子就是等于一餐了，你有没有发现到？而且是非常健康的一餐那我要跟大家讲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又或者说你是在外打拼的朋友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有这一个定时预约定时的这一个好功能。就比如说你要做工作到晚上才回来，你就做一个预约定时，到了傍晚它自动帮你开煮，那你回到来就可以吃到香喷喷的饭，吃到香喷喷的这个蛋了，对不对？来尝一口，感觉怎么样？温温热热，很温暖的感觉，有家里的味道吗？好吃哦，很好吃，而且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蒸饭，因为那个饭有时候你蒸过了它会变得太绵烂，对不对？没错。但是这个因为是隔水炖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它的那个饭粒它的水分还是保持在里面的是的，所以今天简单来讲呢，你想得到的这个料理都可以用这个炖的方式，又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电炖锅把它可以做出来的。真的，今天就连蛋也可以做好了。简单来讲
你要有营养的话，你要吃得好吃的话，靠炖盅来做是最简单的方式啦。嗯，满满的一个满足就在里面，而且你看哦，就是在家里啊，不管呢，你要吃我们这个可以算是呢炖蛋呐、啊，还是想说要吃这个蒸饭都好哦、嗯，就是简简单单，你只要把所有的材料放进去了之后，盖子盖上，就这样子搞定了，而且最主要是。所有人都会操作的一个模式。对了，今天你看这个价钱只需要一个299令吉，而且不要忘记有很多很多的赠品在里面。我要跟大家清清楚楚的交代一次，如果今天你没有把这个套组带回去，我们卖完了过后，可能你们要等上一段好久好久的时间，才可以再有机会把它带走。所以今天不要浪费时间，赶紧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呢，拿起你的这个手机呢，用我们的手机 application 把我们的这个电动锅给带回家吧。嗯，好酷。是的 ，CJ Wow Shop 独家超值的促销带给大家呢。我们的电炖锅里头呢有4公升不锈钢的内胆，有2公升白瓷的炖盅，有2个500ml 的白瓷炖盅，额外加送给大家哦。有提手架、蒸架、料理食谱、汤勺、量杯，还有我们的餐具套组，只需要299令吉。是的，赶快把你的手机拿出来，咔嚓拍照一下，真的，因为我们今天送的东西史上无敌、超级无敌多的。然后再来，你还可以享有 Maybank 的信用卡分期付款的一个好处，一个月也只需要供99令吉67线啊，太方便了。最重要的是呢，西马的用户可以享有免费运送的服务，非常的贴心，非常的划算哦。啊，现在不用戴口罩出门，你在家收货就可以了哈。你看，隔水柔炖就是刚帮助我们锁住营养，因为呢还有智能调节的一个功能，还有9种预设菜单、自动保温，还有的干烧断电的一个好功能。没有错啦，最重要的是呢，今天用手机 application 来购物的话，还可以使用电子钱包来付费，不管是 GrabPay、Boost 还是 Touch & Go eWallet 都非常的方便，所以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机会，要把营养的这个食谱呢，或者是食品带给家人的话，全靠 Sincero 啦。那今天 Gary 呢，要用 Sincero 的智能电炖锅来煮椰子鸡汤。哇，这个隔水炖的汤哦，你看它的汤的颜色非常的清澈，而且呢，感觉上很出味哦。吃一顿饭哦，都会心加加，就是很担心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吃一顿饭呢都不能呢，可以算是很安心。所以呢，很多妈妈就会开始在家，就是准备很多的这些进补的一个食材。像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大病痊愈之后，妈妈都会想说，来，我炖一个鸡汤给你喝。对。为什么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 concept， 这样的一个想法呢？那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炖汤就是最滋补养颜，它最可以保持着我们食材里面的一个营养成分，所以我们喝进肚子里头哦，就可以补充我们满满的一个元气。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可以讲全天下的华人，全天下的妈妈，没有一位是不会用炖的方式来炖我们的这一个汤或者是料理的。那但是呢，如果你在家里，你想象一下，你没有电炖锅的话，你怎么样去炖汤品？你一定是用那个锅加了水，然后加一个蒸架，然后或者是隔一个布放这个炖盅在里面，不然就放在煤气炉啊、锅头里面啊。哎呦，那当然，万一水干了过后，你做家务做到一半，你忘记了，你这个炖盅就会破裂掉、烧焦掉，非常非常的麻烦。今天我们真的要跟大家讲，今天除了就是可以做营养的食品之外，我们把方便带到你们的生活里面去。真的，你看我们大马好媳妇陈佳琪，她就炖出了这一锅很好喝的汤给她家的老公。哎，你知道吗？炖汤，大家很怕炖汤，为什么？因为熬的时间很长。然后一直要看火，对不对？如果我们关小火去炖的时候，万一那个煤气哦灭掉了的话，哎呦，酿成大祸，谁来负责？但是最主要是今天我们把它升级变成智能电炖锅，它的好处呢就是在这里，你不用看火，你按一煎轻松搞定，你可以去做你要做的东西。哎，真的，我有试过，就是忘记帮妈妈看火，然后呢就是烧开那个水呢就烧焦了，然后就被她大骂一顿。所以今天如果你们是要把这一个煮营养的
食物或是营养的汤类呢做得更加简单的话，不需要传统炖了，用电炖锅就可以。那当然说到价钱这边，今天299令吉把整个套组带回去，而且还是有正品。那你在外面购买的话，299令吉还要多一个90仙，是没有正品，一个正品都没有的哦。是的，然后你想说，哎呀，外面有卖便宜一点点的咯，256令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那个 brand 啊，是什么 brand？ 有给你 warranty 吗？有给你 free gift 吗？没有，甚至是我们今天送给你的这个炖盅，你看，单单在外面一个炖盅就已经要61令吉，大一点的话103令吉，但是我们今天有跟你收这个钱吗？没有，没有，299令吉，你带回去的到底是什么？第一个有好姨代言的 Sincero 名牌货，我们的这个智能电炖锅，再来额外送给你哈。1L大的这个不锈钢的内胆，还有2L大的白瓷哦炖盅。是的，那你以为只是这样子吗？还要再送给大家2个小个500ml 的这个白瓷炖盅，也是要送给大家。哎，不止这样子哦，还要看清楚、听清楚，还有哦，食谱、量杯、饭勺、我们的餐具套组、提手架，还有这个蒸架，通通都要送给大家。是的，非常完整的一个套组，我们真的没有额外再 charge 你任何一笔啊费用，就只需要299令吉而已。你带回去的是我们知名的品牌 Sincero， 谁不知道 Sincero 这个品牌啊？就是每次 Highway 啊，你都可以看到它很多那种广告啊，对不对？大大的版啊，而且最主要是你每次去那种啊什么什么 Fair 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得到 Sincero 的这个品牌。今天的你不需要人挤人，你直接在我们 CJ Wow Show 我们的这里购买的话，我们直接给你厂商直销价299令吉，而且存货有限，你要买一定要快。Why do I have to be so humble when the rest of the world doesn't care about a thing? It's such a waste of a generation due to nothing about the condition we're in. Saying, oh. 今天有好一好介绍，料理有绝招，为您带来的就是 Sincero 的这个好品牌。是的，一定要留守在这档节目，因为我们超值回馈给大家。Sincero 带给大家4公升智能电炖锅，我来包养你的胃，隔水炖出好滋味，全靠 Sincero。是的，外面的市价可是需要999令吉，但是现在你立马节省了700令吉那么多哈，坚持给你超值的优惠价，只需要299。是的，来看一看 CJ Wow Shop 独家超级的这个促销，用我们的手机拍下来看一看哦，有很多人的赠品，除了这个内胆之余，我们还有炖盅，还有所有的这一些 free gift 通通要送给大家，你看一看哦，只需要299令吉就可以把这个超值套组给带走了。是的，我们还有呢免利息分期付款的一个好处哈，所以呢你一个月也只需要供99令吉67件而已，就可以把这个电炖锅给带回家了。太体贴了，今天有的是 Sincero 传统烹煮的这个技术，全靠炖啦，使用恒温吸出我们的这个食物原味，而且呢将营养充分融入汤里，真的是全靠 Sincero 啦。的一个功能啊，还有9种预设的一个菜单，再来有自动保温以及干烧断电的一个好功能。是的，是的，大家看清楚了，今天总之要吃的营养，要吃的健康，而且要方便的话呢，全靠 Sincero 今天免运费给大家，西马的用户可享有免费运送的服务，今天我们真是太棒了，赶快下载手机应用程式吧，上网抢购的话呢，你还可以额外获得5%的 WOW 购物积分哈。那当然也不要忘记用我们的手机 application 来购物，可以使用电子钱包付费 GrabPay不计划只是快选购 e-wallet 都很方便，所以今天不要错过千载难逢机会，赶紧行动把 Sincero 带走。嗨，我跟你说，就是呢我们每次去外面啊，除了会喝炖汤之余呢，我们要喝那种呢熬出来的粥嘛，对不对？你看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电炖锅哦，没错，它不只是可以来煲汤而已，它还可以拿来熬粥啊。你看刚刚熬粥，普通用煤气的文火来熬粥的话，可能你里面的材料呢就会融融烂烂粘掉了，但是今天呢用我们电炖锅做的话完全会不同。那刚刚你刚刚有看到我们只剩200套而已，存货真的非常有限了，来看一看。是的，再一次
次强调，现在的人啊，很多人都一直在买一些可以帮助我们补充营养的这些食材啦，甚至是用品啊。那当然，我们现在的存货只剩下最后的200套，你这200套你没有抢到的话，下一次何时会有货，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现在啊，很多的 delivery 关卡哈、啊，通通都在卡关，没有货，没有货，所以你要抢一定要快。而且今天不是千千生哈、啊，只需要299令吉而已。是的，星星你有看到吗？我已经拿着碗了，我要准备再吃这个粥了。要跟大家讲一讲，今天用我们电炖锅煮出来、熬煮出来的粥，跟普通在煤气炉上面熬煮的粥到底有什么分别？是的，我想说每次呢，我们用呢就是煤气炉来熬的一个粥啊，很容易就会干水、干火嘛，对不对？如果你一个不小心忘记关火的话，而且煮出来的那种呢粥，有些时候呢不够水，又怎样？又会太硬，对不对？不够那种好像浆糊这样子，啊、你懂吗？没有软烂的那种感觉。那每个人的这个口感呢不同，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同，只剩下179套，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粥。所有的鲜味都跑出来，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米饭粒粒分明嘛，对不对？今天 Sincero 做到了，因为它不像我们在传统煤气炉上面煮这样一直翻滚，导致我们的米饭粒呢都已经变成糊状了。是的，你就是一直要去搅它、啊、这个你只一键就搞定了哈。我们有一个煲粥的一个功能，你按一下就可以了、哦、而且最主要是我们刚刚是用4L的不锈钢内胆、是包含在套组里面的，现在我们额外加送给你了这两个啊，500ml 的白瓷内胆，要拿来干嘛呢？那我跟你说，它的用途很多，像是我们里面可以拿来煮什么？哇，我们的这个雪耳炖那个小鸟蛋，我们叫鹌鹑蛋，对不对？所以呢，你看今天不管是要做怎么样的料理，譬如说今天要给大家一个 tip 说，如果你是要熬煮一些比较昂贵的料理的话，是有一点药材在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用炖品这个mode来做的啦。是的，而且你看到吗？我们的那个呢汤水啊，为什么可以做到那么的清澈？而且呢，我们每一次哦，就是去那种 hotel 啦，还是去外面餐厅哦喝的时候，你会想说，不懂他们的那种糖水哈，怎么可以熬到那么的清澈？到底是用怎样的一个方式呢？那就是用隔水炖的一个方式。但是隔水炖的一个方式，大家都知道很花时间，没错，然后很花精力，因为你一直要看火。对了，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现在我们的生活都在 upgrade， 对，我们有智能电话，是，所以当然我们也有智能的电炖锅。先生，我跟你讲，今天这两道这个料理呢，一定要试一试，因为有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木瓜炖牛奶。以形补形，对你来讲是非常非常好。你看，只剩下150套。那如果你要做一个有爱心的老公的话，把这一个带回去，因为除了可以让你的老婆得意之外，让你自己的口福也是大增的。来跟大家讲一讲，今天如果你是用我们这个电炖锅的话，首先你省了很多很多时间，你老婆一边做家务一边等这个料理煮好，多么的方便，对不对？那当然也不要忘记，今天如果你是用这一个文火来炖的话呢，我要跟大家讲哦，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鲜味啦，我们的营养给锁在里面。那当然用文火的话，时间会久一点，因为为什么温度就低了一点点？用低的温度哦，它就可以把这一些营养慢慢慢慢的逼出来，让这一些营养慢慢慢慢的释放出来，不导致它破坏这个营养的这个价值啦。真的，我跟你说，现在呀、啊，营养啦、免疫力呀、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的确，所以各位妈妈，如果你一直在把关着你家里的这些爱人的这些健康的话，赶快把这个电炖盅给带回家。为什么？因为你在家里、我知道大家都有这种沙包的一个电炖的方式嘛， 对不对？但是最烦恼的就是什么？我每次炖出来的东西哦，你有没有发现到做梦那个汤哦浆浊的，就很像呢，很像肮脏脏的一个感觉。那就是因为它直接烹煮的一个方式，用火去滚的一个方式啊，那些肉啦，那些食材啦，都已经这样用血水就会变成这样子咯。所以呢，我们煲出来的汤哦，会很浑浊，你看到吗？哎，我看到了。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是没有用这个隔水炖的方式来炖的话呢，你看哦，因为它是没有隔水炖，它把所有的汤跟水都放在里面，是10碗汤到最后煮出来剩5碗汤。对。那如果你要更多的话，你就会加水下去。真的。当你加水下去，那个温度就不 balance 了吗？是的。营养就被破坏，又不好吃了。而且你不要忘记啊，我们是怎样没有办法呢去调整它的温度啊，它只有 low, medium 跟 high 而已，你也不可以预设时间然后温度去调整它。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电炖锅其实现在已经被淘汰了。然后最主要是我们哦，那个煲里面我是不可以拿出来的，你要洗的话你是要整个拿去洗，如果水弄到
电板的话就坏掉了。哎，真的太麻烦了。所以今天带给大家智能的电炖锅，刚刚星星讲的问题 Sincero 一一帮你解决了。首先有九种不同的 menu 让你烹煮不同的食材，再来我们有提手架，里面的这个炖盅是可以拿出来，最重要的就是它智能到来，它可以让你省心。你看一看里面的这个汤，哇，特别的香哎！刚刚的那锅汤你还记得吗？就是呢，它的表面哦都是有很多的那些杂汁的感觉，但是这个你有看到任何的血水哈、啊，还是那种渣汁吗？完全没有哦，对不对？清澈如水啊，我的天哪！对，那今天呢，我们用的这一个，我们做的这个是乌鸡汤嘛，所以呢，跟大家讲一讲，因为乌鸡也是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没错。配上一些这个药材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怎么样？用我们这一个炖品的方式来炖煮我们的这个汤啦。是的，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汤汁哦，可以怎样？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澈之一。来，我们一定要看一下里面鸡的一个状态，因为很多妈妈就想说，哎，我拿来熬煮哦，我这种鸡哦，一定要很嫩。你看到吗？它全鸡还在里面，它嫩，但是它不烂。为什么？是的，为什么呢？哇！哦 ！Oh my god！ 我们每次如果用煤气来熬煮的话，哦，这个鸡肉啊、鸡腿啊，一定已经是不成鸡腿形了的。对。但是现在你看，我一捻它就烂。是不是可以感觉它是非常嫩的，欸，真的，对不对？而且呢，如果是用煤气煮的话，哦，那个肉质是非常的木，非常的柴的。是的。那今天你要用乌鸡，你要做乌鸡汤的话，全靠它就可以了。或者是说，给大家一个 tips 啦，好不好？做十全大补汤，因为我最爱喝，你可以用它。再来，我给大家看一看，今天做一个比较就好了，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你看看这一碗汤，还有我打开这个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到。里面差别真的是太差太远了，你看到吗？一个是清澈的，然后呢，这边呢就是非常非常污浊，一样的鸡，一样的药材，一样的这些食材全部在里面，但是你看那个差别太大了，对不对？哎，真的，而且有些时候哦，就是每次我们用那个可以算是煤气炉来煲水来煲汤的话，你会发现到我倒哦，本来五碗汤，我家里的五个人一人一碗汤，我算好好了的，但是越煲那个汤越变越少哦，到最后你的孩子一人只能喝半碗汤，这样过瘾吗？请问一下，不然的话你就会开始这样加水，加了水之后那个汤都不甜的，然后你的孩子、你的老公就会开始怎样 complain 了咯，很好喝，这个是不是很尖？真的很不行了，我跟你讲，这个汤，因为我跟你讲哦，用嘴巴没有办法形容，但是你一定要马上去试下。很简单，就是把这个乌鸡放进去，里面放一点淮山，放一点这一个这个肉竹等等的桂圆，还有那个红枣就可以了。出来的汤清清澈澈，最重要的是呢，它可以帮助我们锁住营养。你喝进肚子里面的时候，你整身可以得到那个元气满满之余，你整个人会更加的健康，更加的醒神啊。真的，我跟你说，你看到我们两个这样不停的在喝，你就会知道了这个炖汤是有多么的重要。试问一下大家，你在外面啊，你去鸡饭店，你去喝一碗炖盅的那个汤，都要多少钱？都要整二十令吉一盅，对不对？对，一个人份而已。你今天你把所有的材料你带回家，你买回家一整大锅两 liter 的这个汤，哎，你全家人喝爽爽。所以大家，你不要忘记哈，就是现在呢，你一定要赶快购买，因为我们只剩下不到200 set 而已，而且一 set 只需要299令吉，你在外面绝对找不到，所以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18001808088，或者直接下载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 CJ Wow Show。今天 WhatsApp 带给大家独家超级的促销，今天马上拿出你的手机拍下这一页，为什么呢？正品太多了，你看有没有不锈这个不锈的内胆啦，再来呢，我们有这个白瓷炖盅有一个，500ml 的这个白瓷炖盅有两个，你看还有很多很多各式各类的正品，只需要多少钱？299令吉就可以把它带走喽。没错，重点是还有免利息分期付款，一个月你只需要付99令吉67件，有些时候我们去外面吃一餐都超过百多令吉了。所以大家不要再等待了，今天你不用踏出门，你不用怕外人，你坐在家乖乖收货，我们送免费运输到你家。而且呢，使用手机 application 来购物，除了可以更快之余，还可以获得5000%的 WOW 购物积分。是的，电子钱包付费也都可以哦， GrabPay 啊， Boost 拉萨选购一窝了，通通都搞定。重点是你一定要抢到哈，所以大家走过路过万物错过啦。那今天 Gary 呢，要用 Sincero 的智能电炖锅来煮椰子鸡汤。
哇，这个隔水炖的汤哦，你看它的汤的颜色非常的清澈，而且呢感觉上很出味哦。很聪明哎，就是在外面喝一周那种椰子炖鸡汤啊，都是很昂贵的嘛。你买回家你自己炖，重点是99套而已，只剩下最后的99套而已啊。真的，手快有，手慢就没有了。我要跟大家讲哦，今天在家里做家庭主妇的，不管是30、40、50岁的家庭主妇，我跟你讲哦，要把关的就是让我们的家里的人身体健康嘛，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很担心出到外面呢会有什么感染怎么样的东西，所以我们都选择在家里吃。那但是在家里吃的话，要吃得更加的健康，熬煮的方法也很重要，烹饪的方法也是很重要。今天用炖的方式呢是最简单，而且呢又是最营养的。为什么讲简单呢？因为把电炖锅带来回去就可以简简单单来炖我们的食品了。是的，没错。而且最主要华人啊，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传统美德，就是很爱喝热汤嘛，对不对？所以呢，你有没有发现到每一餐哦，你家的老公、你家的孩子没有煲汤，他就问你妈咪今天有没有煲汤啊？没有煲汤啊，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过？那就是因为大家都爱喝热汤，因为喝热汤可以帮助我们暖胃之余呢，哎，你不要忘记，特别是用炖出来的炖汤哦，它可以特别的可以这样子清澈之余呢，我们的这个呢营养成分又是满满的啊。当然，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如果你要营养的这一个成分满满的话呢，我们用炖是很方便的事情。但是如果在家里用传统方式炖，我要再三强调一下，你在家里用这个传统方法来炖的话呢，你一定要 set up 那个锅子，然后倒水进去，再加蒸架，然后再把这个炖盅放进去里面。但是这样子非常的耗时，非常的浪费你的煤气，而且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马上顾那个水，水一干掉了的话呢，就天大的这个坏消息来了，因为你这个炖盅可能就坏掉了。是的，而且有些时候呢，你烧干火了之后呢，你煤气漏啊等等的问题都会出现。我们知道炖真的是很麻烦，但是今天你可以用更聪明的一个方式，就是把智能的电炖锅给带回家。没错，那它除了可以煲汤之余哦，其实它还可以煮很多的这些甜品，像是呢我们在外面啊还是香港啊就吃到那种很贵的那种呢，什么炖奶呀、木瓜炖奶等等的，你都可以自己在家轻松搞定。而且最重要要跟大家讲一讲哦，你看我们价钱这一方面，今天299令吉，还有分期付款，非常的体贴。在外面购买的话，299令吉90仙，就只有炖这个电炖锅而已、啊。什么 brand 来的、哦？我不懂什么 brand， 没有 free gift。便宜一点点也是一样，没有 free gift， 然后我们 delivery 要 charge 你的，对不对？真的，而且最主要是不要去买这样的一个没有品牌的这个产品，好不好？你看我们自己本身呢，这里还要再给你这个白瓷内胆，外面的白瓷内胆它都是要超过60多令吉、100多令吉的，但是今天299令吉，你除了可以把我们 Sincero 的这个智能电炖锅给带回去之余，还有11样 free gift 啊！我的天，太多。我们的赠品包括了这个不锈钢的内胆啦，有一个锅盖啦，再来白瓷的这个炖盅，2个liter是送给大家，再来有2个500毫米的，哎呀，500毫升的这一个白瓷电这个炖盅要送给大家之余，你再来看一看食谱、量杯、饭勺、餐具套组、提手架、蒸架，通通都送给大家了。是的，而且之前买过的朋友们呢，都一律回到我们的网站上给我们很好的一个留言，看到吗？5颗星的 ，Good product, fast delivery， 而且他说什么？他很喜欢用，因为呢，他那个透明的一个锅盖哦，又可以给我们看得到里面烹煮的一个呢模式是怎样，真的煮熟了没有啊？你就不用一直开盖、关盖、开盖、关盖去浪费呢我们的这个呢，可以算是电费啦。真的，我跟大家讲，你没有试过在外面吃，在餐厅喝这一个佛跳墙的时候哦，哎呦，一盅已经100多、200令吉了。我跟你讲，但是今天哦，所有的材料很便宜不了的，你用一个50令吉的这个成本啊，或者是更低，就可以炖出上等级皇上 grade 的这一种佛跳墙了。而且啊，不管是佛跳墙也好啦，像是呢我们的这个燕窝都好啦，哎、我自己 original 去买，我一定挑最好的嘛，对不对？挑
了最好的之后呢，我拿回家我自己去熬煮，你就可以掌控好它的那个 quality。真的。你在外面你给了那笔钱，人家未必给你最 high quality 的燕窝给你吃的哈。真的，你看我们 TikTok 剩下68套而已哦，那手快有手慢就真的没有了，因为大家都想要吃得更加的营养，大家都想要烹饪的更加的简单嘛，对不对？是的，而且你不要忘记，今天带给你的有的是 Sincero 的这个好品牌，而且哦，有的就是我们好怡好介绍啦。那我跟你说，好怡好介绍带给我们的这个产品呢，你一定不能错过，所以大家走过路过万勿错过啦。Sincero 带给大家好衣好介绍，料理有绝招。没错，带给你的就是 Sincero 的这个名牌货啦，而且最主要是超值回馈，带给你的是 Sincero 的4公升智能电炖锅，我来包养你的胃，隔水炖出好滋味。好中意耶！市价原本需要999令吉，今天立即节省700令吉，坚持给你超值优惠，只需要299令吉哦。是的，赶快拿你的手机出来，咔嚓拍照一下，因为今天绝对是独家超级的促销，除了有一个4公升的不沾内胆，还有2公升的白瓷胆中之余，还有2个500ml 的白瓷胆中，然后以及我们的提手架啦、蒸架啦，我们独家的一个料理食谱、汤勺、量杯、餐具套组，整个套组啊是超过1000令吉的，但是现在只需要1/4而已，299令吉，太划算了。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免利息分期付款的方式，那如果你是 Maybank 的信用卡持有者的话呢，3个月的这个方式每个月只需要付99令吉，67仙。是的，传统的一个烹饪技法就是炖，让我们使用恒温来释出我们食材的原汁原味，让我们满满的营养都喝进我们肚子里头吧。太温暖了，大家看一看到今天用了 Sincero 过后，你可以隔水柔炖，锁住所有食材的营养，它可以智能调节的功能啦，它有9种预设的菜单，自动保温，还有干烧断电的好功能。坐在家里不用出门好不好，我们免运费送到你西马的家，重点是你一定要抢到，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存货所剩无几，赶快去下载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吧，上网抢购的话呢，你还可以额外获得58仙的网购积分，下次买东西啊又可以 discount 15令吉。最重要的是呢，还可以用 Grab Pay Boost 还有 Touch&Go eWallet 让你购买的更加的方便，所以今天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赶紧拨打热线继续抢购我们 Sincero 吧。如果你还持续的是用那种锅头啦、煤气啦、关小火去熬汤，还是用那个炭火那边啵啵啵那个火让它烧的话呢，请 upgrade 一下你自己。我们今天有智能电炖锅，剩下53套，再不买你一定会后悔。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在讲？你自己看一下，一它的外形很漂亮，一放在你家的厨房的话呢，都是会怎样，非常的喜新悦目的。再来，我们有的是玫瑰金的一个颜色啊，你看它的盖子啊是透明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里面的一个状况如何。最主要是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提手架，哎，而且呢，你看这个2L的一个胆盅也很好用，你要选择隔水炖的话，你就是这样子放下去咯。如果你不要隔水炖的话，你拿开里面是什么，里面就是呢我们4L的不锈钢的这个内胆，你看到吗，很大，而且呢是很厚实，下面还有我们的这个特别的这个螺旋的一个接收器，就是呢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热能更加的均匀被接收到。对了，那当然不要忘记了，就是说呢，今天我们的这一个menu 呢也是有非常多种，而且使用方式也很简单，只是这几个按钮而已。星星来教大家怎么用吧。你只需要用你的这个食指哈，这样子按下滴滴。可以 soup， 你可以煲粥，你可以煮饭都可以哦。它同样的也是一个呢饭锅的一个概念，然后文火炖啊，甚至我们的炖品啦，然后你要如果煲那种猪脚醋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筋骨类，以及观燕，你看到吗？特别设我们的这个观燕末给你，就是可以让你好好的煮出很好吃，而且完全不伤害到我们的这个营养成分的一个燕窝。然后最主要是还有2个这个小个的一个胆盅，也是包含在我们的套组里头的哈。我的天啊，只剩下48套而已，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哈，如果你要做一个聪明的妈咪，你是一个聪明的家庭主妇的话呢，你一定会选择把 Sincero 给带回家，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用这一个炖盅来炖汤的话呢，是特别的好吃，特别的好喝，而且可以把所有的营养给锁住的，对不对？是的，而且呢，我最喜欢喝的就是莲藕花生汤，
而且我跟你说，莲藕花生汤哦，如果你用煤气来熬煮的话，你会发现到吗？它上面一层哈都是那种谷类的血水灼灼的，但是我们的这一锅就不同讲了，你看看，哇，太清澈了，有没有？我要跟大家讲啊，今天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如果我们是用这一个明火来熬汤的话，那些肉呢全部会变成碎碎渣渣，一丝一丝这样子的。但是今天就连我们的这个胡萝卜啦，里面的食材全部都还是一样样的这个形状，所以吃起来口感很好之余呢，我们已经把所有的营养都释放出来了。真的，而且最主要是你没有看到我们的排骨还是很完整的一个排骨。如果呢我们是用呢煤气炉这样子去熬煮的话，你没有发现到它的那个骨头啊，甚至我们的肉啊都是散掉的，你找不到的。而且有些如果过火的话，就会变成柴柴的感觉。真的要跟大家讲其实在家里也可以熬到这一个老火汤，所以讲老火汤要去到这一个餐厅啦，才可以喝，对不对？而且一碗都是很昂贵的那一种。你看现在你在家每一天你炖一下我们的这个呢汤品就可以了，而且是直接把我们的材料丢下去，你按一个键，滴，关一个盖就搞定了。我跟你讲，平时我在家里喝莲藕汤的话，我只喝到什么味道，你知道吗？什么味道？盐的味道。哎呦！今天我终于知道，我长到28年，我终于知道莲藕是什么味道，它是甜的，是不是？而且最主要是什么？你看里面的料多之余，我有没有发现到我们的汤汁也多？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熬出来的那个汤你会发现到我熬到最后只剩下料而已，那个汤一倒出来，一人一半碗汤，然后妈妈就会讲，喝完就算了。但是你看今天我们放多少水分进去，我们都可以保持着它的水分，而且还可以从萝卜我们的玉蜀黍里面的那个精华逼出来，所以你的汤是很甜的。是的，人家喝莲藕汤的时候，是喝汤的时候就要吃里面的料，那你用这个煤气来煲的话，煲到料都烂掉了，你还算是喝什么汤，对不对？今天用我们 Sincero 这个电炖锅来炖的话呢，里面的汤所有的材料还是保持原形，吃得很开心，喝得也很美味。我跟你说，你现在喝下去肚子里头的不是暖暖的一个汤是幸福，而是暖暖的幸福加爱心。各位朋友，有多久没有喝到这样幸福的汤了？如果没有的话你赶快把这个电炖锅给带回去。我知道很多妈妈都是在用爱心加耐心去煲汤的，但是今天你可以用爱心加幸福去煲汤，因为那个耐心交给他去处理，好不好？还有最重要的是呢，用了方便，今天把它打开来看一看爱心、耐心跟方便打开看一看里面所有的食材。我们今天还可以额外做两样东西，是的，今天我们做的就是这一个炖汤。那炖汤又有另外一种不同的这个风味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如果要用药材炖的话呢，我们会用炖的方式来炖，因为我们用炖的话呢，那个营养可以锁在里面之余，而且不要忘记我们炖汤的话呢要炖4个小时，那如果用两盅的话呢就要8个小时，如果用是一般传统方式的炖的话呢，你可能就要等一整天的时间了，对吗？没错，而且你看我们呢还可以怎样，就是放下我们的这个羊肉去这样子去炖所以代表说什么，我们在家也可以轻轻松松做出1-2人份的这个食材，因为我们今天给你的就是有这个500ml 的一个白瓷炖盅。是的，最重要的是呢，今天你看星星吃的那一块肉，它还是一片很好看的肉，它的肉质怎么样？弹牙，哇，嫩，重点是那个羊的鲜甜味都在里面我的天哪！所以我跟大家讲，如果你没有用炖的这个方式来炖的话呢，是煮不出这样子的味道。那当然很聪明啦，我在家里炖对不对？我用这一个普通的方式来炖但是要用很久，很浪费时间，对不对？没错，而且你看我们呢，就是要炖那种胡萝卜啦，你要让你的胡萝卜、白萝卜里面又可以吸收到我们的这个羊的甜味的话，你真的很难，你一定要用3-4个小时。但是今天你滴按一下，你看到吗？1个小时就可以搞定了哈！我在喝的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药材汤。那今天如果你的这个汤里面呢是有放药材，剩下19套而已。那如果是有放这个药材的话呢，你一定要用怎么样一个模？你可以用这个文火的方式，或者是炖底的方式来炖煮它啦。没错，因为呢药材呢就是最怕大火去烧它。如果用大火去烧它的话，你的这些药材啦，甚至你的这些燕窝，它的这个精华，它的这个养分就会流失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文火去把
我们的这个药材给炖好，而且呢可以滋补养颜嘛，对不对？对。你每一天啦，每一个礼拜啦，你炖一下那种啊，什么雪梨雪蛤汤啊，我跟你说，真的，女人们要补，你不补，你真的很容易老的。当然，除了女人之外呢，我要跟大家讲，每次哈母亲来月事的时候，他们会喝什么？他们会喝这个高丽参。是。以前女人喝高丽参的时候，就是用那种炖盅，普通的炖盅来炖，很麻烦，用很久的时间。是。但是今天你要炖高丽参的话呢，你就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炖，因为非常简单，它会自动断电啦，等等等等，所有的好功能都有在Sincero里面哦。而且最主要，女人坐月子的时候我们要补，女人来月经的时候，月经完了之后我们也要怎样，就是喝八珍汤，你都可以用我们的这个电炖锅来做补补补的一个动作。是的。所以各位朋友不要再等待了，我们的存货所剩无几，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18001808088，或者直接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CJ WOW SHOW 来抢购吧。因为今天带给你的是独家超级促销，有的就是我们主机一台之余呢，还有四公升的不锈钢的一个内袋，两公升的白瓷炖盅，以及两个500公升的一个呢白瓷炖盅，以及加送给你我们提手架啦、蒸架啦，还有独家的一个料理食谱勺杯量杯，以及我们的这个餐具套组，哎，只需要299令吉，哎，没错，太过划算了。那如果是 Maybank 的信用卡持有者的话呢，你可以享有3个月的免利息分期付款。听清楚，每个月只需要99令吉67仙。是的，没错。最主要是今天你坐在家里，不用戴口罩，不用怕 virus， 我们免运费送到你家。是的，所以呢，今天错过了这个良机，就没有机会把这个套组带走了。用手机 application 购物的话呢，还可以获得58仙的 wow 购积分，等同于15令吉，而且买得更加的快啊。是的，没错。最主要是赶快用我们的电子钱包来付费哦，就是有 GrabPay Boost 大选购一窝的，但是最主要是你一定要手快，你才抢得到。没有错。再一次重申，我们剩下最后不到20套而已。如果你没有抢购到的话，你不要 PM 我们，不要问我们几时才有货，因为现在的一个情况来看哈，很多的这些物流都在 stop， 都被 block 住了，对不 对， 对？所以你要抢一定要快。你看外面卖也要299令吉，没有 brand， 没有 free gift， 没有加 delivery 也要256令吉。然后这种白瓷的炖盅哦，外面是一个一个在卖的哈，都要60多令吉。百多令吉，但是今天299令吉，我们带回去的是 Sincero 名牌货智能电炖锅一个。是的，你看一看，除了电炖锅呢，我们还有的就是不锈钢的内胆，我们有锅盖，还有这一个2L的这个白瓷炖盅，还加送给大家2个500ml 的白瓷炖盅，还有我来看一看，我们还有的就是这个食谱啦，这个汤勺、量杯、餐具套组、提手架，还有蒸架，通通送给大家。听清楚，只需要299令吉。今天妈咪，你们蠢蠢欲动，不要浪费时间，因为你们要的是把方便带到你家里去。来，我算给你们看，299令吉，我外面喝一碗汤除以15块，我等于喝19碗汤就已经是这个价钱了。对。但是19碗汤，你不要忘记，我全家人一天就可以喝5碗汤了嘞。所以你看，299令吉是不是豪达呀？真的，现在呢，如果你拨打电话的话，还要等一个5分钟的时间。我相信妈咪已经被打喊了，拿出你的手机，用这一个手机的 application 来购买就可以了。因为整个套组太强大，炖保住我们的营养，吃的更加的好，让家里喝的更加的安心。是的，再来有的是 Sincero 的这个名牌货，而且最主要是有好姨介绍，看到好姨在那里吗？好姨就是最养生的一个典范来的，所以呢，今天一定要把我们的 Sincero 的这个电炖锅给带回机，让我们可以炖得更加的方便，更加的这个聪明，还可以保住我们食材的营养成分之一。Everybody， 现在的一个时下情况，你不用出门，不用去外面吃那些可以算是我们的外面的这些食物啦，就是要补充多一点抵抗能力、免疫能力，所以靠补、靠炖来增强我们身体，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是的，所以今天给大家保住了你的钱包，给大家保住了你的身体，所以不要错过千载难逢机会，继续把 Sincero 给带回去。谢谢大家购物，天天精彩，天天旺。